其实频率一样的，但是后面又归于主题了，就是前后这种角色的反差，你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纠结？也是，我相信，因为杜琪峰导演跟韦家辉先生，我想他们也非常清楚。你本身有追过星吗？就是觉得明白一个男的偶像，明白到他的那个三三那样。有。谁？我中学的时候，是外国的 ，Duran Duran 有一个乐队。对，Duran Duran， 我就特别喜欢，里面有一个叫 John Taylor。我就常常，因为我中学的时候我很闹，我很差，我是很坏的学生。我就有一个女同学特别的怕我，我就常常威胁她，哎，你有给我买她的照片给我？她就常常几乎每个礼拜都会买一些照片给我。那所以，我真实的，我真正是当过零三三有这种经历的。对。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为 Duran Duran。对于那个乐，那个你喜欢的 Duran Duran 那个乐手，做过最疯狂的事情。也不能疯狂到那里，因为没钱可以去外国看 concert， 最多就是威胁我旁边一个同学给我买一些照片，就觉得以前也没有网络的世界啊，最多顶多就是买他的唱片跟买他的照片，那所以顶多就是这样。对。那你什么时候参加？你什么社交？什么？那你怕媒体问你什么社交吗？不怕。因为我的答案都是一样，没有结婚的打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所以几乎每一次的答案都一样。所以那为什么最近会有传出你八月份结婚的信息？那就问香港媒体，不会是吧？可能他们很焦急吧，看我一把年纪就替我有点焦急呢。但是我自己也真的不焦急，已经过了很焦急的年龄。不焦急，从很焦急的变成现在的完全不焦急。他有看过这个电影了吗？徐峥，还没。那情人节就带他去看这个电影。啊。情人节带他去看这个电影。情人节我大概不在香港，所以他自己去看吧。他找别的朋友跟他一起去看吧。那你希望他从这部电影当中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因为其实在拍摄整个过程，我一直跟他分享我的心路的历程，然后在高海拔的那种辛苦的状态，然后我怎么记录每场戏的那种状态，我都有跟他分享。然后昨天晚上看完之后，我也有给他电话，就是跟他谈一谈我看后的感觉，那所以他都是很好，他给我都是鼓励，他常叫我不要太大压力，他觉得做一个演员只是整部戏的一小的部分，你不要到最后你不要把整个成功跟或者是不成功把这个包袱背在自己身上，那所以而今天我已经比较可以很放松去。面对最后的那个 result， 反而我自己看完，我是不是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跟整个 story， 我是非常关心的。那昨天看完，我觉得可以了，因为整部戏我已经尽力了。我觉得今晚你就应该把 file close， 然后开始另外一个 project。跟他说，然后他再安抚你两句，就不像情人之间还会发个点儿什么。你现在还会跟他？情人式的沟通，有比较像情人式的沟通，恋人式的沟通，撒了娇。你刚才说的好理性，好像你对好理性吗？就是不理性的部分真的要呈现出来，可能不太好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私人的事，还是，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非常理性去谈话，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公开的状况，那当然有一般情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是在很多我需要他的意见跟分析的时候，我是很理性的跟他谈任何的话。以前会，现在我真的比较不会发脾气，因为
我不觉得，可能那种 quota 怎么说那种配额已经用完了，已经发的太多了，所以当忧郁症之后，就好像这个配额已经用完了，上帝已经完全不给我这个配额，让我任意去发脾气，任何去爆发我的情绪出来。我就忧郁症之后，我就感谢了，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是很受惠的一个人。因为那个刚过农历春节嘛，然后内地的那些就是大龄的没有结婚的姑娘，回家过年都会遇到很奇怪的亲戚，就是问你结婚没结婚啊什么之类的。你在香港就遇到这样的亲戚吗？哎，他们不是问打开报纸是吗？你还没结婚，你要看那种真人还问意思吗？他们全我的亲戚全都知道我没有结婚的，他就。我非常好意思的，还面皮很厚的，我还去逗这个红包，而且我想他们也挺放心，因为我觉得他心脏还行，有可以拍拖，最起码有拍拖，也比较放心，让他们的心比较安定了。我应该不在香港，对我自己忙完这两个礼拜就是宣传之后，我自己有一个原型，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计划要做，就是我一直的梦想，我自己要去先实行，然后有意义的计划，不会回来再说吧，先完成。对，一个是我一直来的梦想，因为就很想去做。刚巧就是有关时尚的，因为我去年就跟两个朋友去云南去当义工去教书教英文，那回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让我自己生命丰富了，所以我就一直的念念不忘。去年在拍摄期间，不需要，我就抽了一个钢琴，我就自己跟两个朋友去。没有带助理啊，什么都没有吧，带着小背包，然后就去到云南，就过一个，就云南一个山东，他有一些小学，就教一些小学生英文。那经过那个青年友人的，我很想再去类似的那种服务。那今年还是去做这个项目啊？不一样，不一样的服务，但是确定二月会出去了，不是云南，是另外一个。更可爱的地方。那你的学生到底是明星吗？我其实不当医啊，不是医生，不当教师。上一次是教师。他们知道你是明星吗？他知道，不知道。知道，值得，值得，像，因为我歌曲叫值得嘛，那所以他们都很希望听听我唱歌，我就几乎没一个办法。我去，就给他唱几句，他们很高兴。不同的地方，就对于一些，比如说在戏里面，阿秀她很相信她的老公没死，然后她就抱着一个很强的信念去等他。那个 Andy 马上要那个生龙女了，你有没有送上祝福呢？有，我给他发短信，他新年有给我发短信，这样啊，我很恭喜他，因为。50岁来到这个40岁啊，我觉得很，因为这个是他的梦想，有孩子，然后我觉得他几乎一辈子都奉献给这个演艺圈，给这个艺术，我觉得终于他真正能够拥有自己真正的生活跟孩子，我特别替他高兴，而且相信他的女儿一定会很美的，对。精神紧张，然后也把一些情绪常常放在整个行为上面跟语言上面，所以很多时候跟记者的互动都是比较紧张的。从现在回想，其实现在也是轻松很多，因为我整个人都轻松了，然后所以没什么紧张。怎么样？我就让。
让自己的情绪这个精神的状况继续的发上去，我就是我的老公找不出。因为其实当时我是挺严重，因为差不多前后有三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比较幸运可以爬出这个五千百米。当然是不早也在家，还不是扫扫清理的时候，然后我经过好几年，而且我自己还是有很少感动，大概我就是粉丝的更多的关系上去慢慢的意识，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过于没有那么的完全，用回我自己的去，那当然是一个老师的这里住的，往往里走，往往里走，哥，上往上往里走，三米三米，你走哥，这里一下。往往里走，往往。往往那边的，哥，上来。上来一下，上来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好的，我给来了啊。请，欢迎白涛，谢谢。好，系咪攞麦啊？唔系，系啊，你得啦，你要俾麦。那导演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高海拔的地方拍这个电影？鬼导演为什么要选择高海拔？高海拔就是我们是找一个漂亮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可能不是一个城市吧，因为我们之前都拍过很多关于城市的很多爱情故事，我们想拍一个不一样的爱情故事，所以挑了一个高海拔的地方去。对啊，其实我们去拍之前都有一些担心嘛，好像就是这个海拔非常高，3800多米。我这个第一个先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去看景的时候，我的头痛得很厉害。我也曾经想过，不挑这个地方来拍，我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特别是演员，能够应付这个地方嘛。然后最后回来见杜先生去研究，他也去了之后，他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漂亮，他觉得还是我们到时候挑这个地方来拍。其实拍完这个单身的男子以后，我们只希望拍一个，刚才导演讲过，就是不要在城市里面，到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去拍一看怎么样。然后就是在拍之前也没有计算过有加分多少，就是这个故事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背景才能出来的。配合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的，当然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虾米跟以前的不一样，他现在成熟很多啊，在演技上也很好。我们的整个电影的配合也非常好，虽然是天气比较不好，但是大家在哪里都是拍摄上面都是比较顺利。然后第一是个团体的工作，那我非常感激整个团队，无论在剧本、导演跟
幕后背后所有的 support 都很足够，那我们也克服了天气的那种难处。那其实这个角色我在演的时候是挺有难度，相比我以前孤男寡女跟色色男女，它是有个深度在里面。那我但是我挺有信心的。其实有好几场戏我也喜欢，比如说跑到山林我可能叫了那场，然后去到警察馆我发现老公留下了一个小盒子，他拿着我的照片到死的那一刻，我看着照片哭的那段短短的戏我很喜欢。然后